经首第十二节录。四战之国贵首战，赴海之国贵攻战。四战之国好兴兵，以拒四邻者，国威。四邻之士亦兴事，而己四兴军，故曰国威。四战之国不能以万世之义舍巨万之君者，其国威。故曰四战之国务在首战。守有成之义，不知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，其成拔。若死人之力也，客不进宜城，客无从入，此谓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。城进宜，客若有从入，则客必罢。中人必义矣，以义力与霸力战，此谓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。皆曰围城之患，患无不尽死，而亡此二者，非患不足，将之过也。